Hello， 赵琴，那我们今天转一下我们的Rule Plus 啊，很久没有玩了。然后后来的话呢，听到别人讲说有这个鱿鱼游戏，我想说奇怪，是什么韩剧吗？还是什么？结果他居然还真的有鱿鱼游戏耶！因为哲明有稍微看一点点鱿鱼游戏啊，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就来玩一下这个 Red Light Green Light Back Up， 好不好？就是我们的鱿鱼游戏，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会长什么样子。Let's go go go！好，那我们进来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直接是一个编号的嘞，就是你直接进来就是一场了。那我们直接是191号啦，好不好？那大家如果有看过鱿鱼游戏的话，就知道191号一定没有活到最后。那么看一下我们今天要来玩什么，感觉这个应该蛮有趣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就走进来，然后就应该就可以参加这个游戏，感觉有点像那个糖豆人那种概念，有没有？感觉应该是那样子。因为如果是跟游戏里面游戏有关的话，应该这样，你就是要活到最后这样子感觉哦。来来来 ，teleporting， 来看一下要怎么玩。其实我也没玩过，好不好？看一下啊。那游戏的话，我记得如果第一关是正确的话，第一关应该就是我们的那个木头人，对不对？来，我们看一下啊。哦，现在才开始不是 ？Watching for player。我刚刚是假的，是不是？现在才是真的，是不是？怎么了？怎么了？荡掉了，是不是？让我玩一下，我还没玩过啊！我现在是191号啊，所以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时间，是不是？然后还蛮多外国人的吧，我感觉好不好？然后因为我其实除了就是 Rublas， 除了玩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什么。玩那个全明星塔防以外，还有我们就是那个就是 FNF 是 PVP 以外，我就没有玩过其他游戏，所以我操控起来的感觉应该会还蛮白痴的哦。来，三二一，加油！这是什么？哦，开门了，开门了！这关是什么？哦，他这关应该是那个挖糖的。因为这个楼梯我知道，这应该是挖糖的，好不好？还是哪里？看一下，这做得很细节，这做的其实很细节，我的天！好，大家都要进来了，是不是？加油加油！希望我们可以赢啦，好不好？我是191号，我是191号，我其实应该拿456号的，好像才会赢呢。什么？三分钟？我开门了。哦，这个是那个吧？真的是不那个一二三木头人吧？他应该会讲话。他说什么 ？When it says green light, you can walk. You can walk. When it says red light, stop. Stop. If your movement is detected afterwards, you will be eliminated. 好恐怖哦！ Reach stand within the 3-minute timer to win. Oh my god！ 大家很害怕有人被杀了！救命！救命！有人被杀了！太恐怖了吧！过了，过了！呜呜呜！救命啊！各位，真的有人倒在地板上啦！救命啊，各位！他还笑那么开心，好恐怖哦！这个游戏，我靠，真的有点恐怖而且他还会故意在那边停很久，让你们就是不能动哦，你知道吗？死好多人啊！大家很怕完蛋了！我操，妖修哦！那枪声真的很响好恐怖哦，真的很像在玩恐怖游戏一样快回来啊！看救命啊！各位伙伴们，加油！其实我觉得这个一二三木头人是真的做呈现起来是还蛮简单的，我还蛮想要看一下后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啊，这是什么？剩下活着的人是不是？我还在吗？
有吗？我还在吗？我是1191啦。啊，上面都是511511，好恐怖哦！哎，这压迫感很大呢。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被枪杀，我也会觉得很害怕哎。要求。啊，这个是什么？啊，我觉得他们应该每一次都会走这个吧，然后到达下一个游戏区这样子。因为他们电影的话，不是电影啊，韩剧里面他们就是要去玩那个什么挖糖的时候，好像就是走这个路吧，对不对？下一个应该是挖糖了，好不好？但是挖糖要怎么挖啊？我还蛮好奇的，真的是挖糖哎。我要选三角形。啊啊啊！我要选三角形，拜托。我要挖三角形，不要让我挖清明上河图，拜托。我要三角形，谁敢去挖雨伞啊？没有人呢、欸。主角是挖雨伞啊，好不好？啊，要怎么挖？嘿，不是大哥，你在我前面要干嘛？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Use your toothpick to carve out your cookie without breaking it. Breaking your cookie will get you eliminated. Finish your cookie within the timer to continue. Huh? 靠腰，我是星星欸。欸，不是，我的星星快碎了。救命哦！一堆人被枪杀了！等一下！啊哈！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刚刚不是选三角形吗？是在哭哦！但好像照着这个点就好了，你不要就是画，你用点的，好像比较有机会。不行，39秒了，白痴，星星干嘛啦？别闹了，好不好？好多人被枪杀，我是真的假的啦？28秒，泽平可不可以？泽平干！干！等一下！哎！哇！吓死人了！哈哈，好险哦！我活着，我活着，各位，我还活着，没事没事。哇！我还活着。再来第三个是，第三个是拔河，对不对？看，拔河。哦，好恐怖哦！我想活着呢，我想活着，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好恐怖哦！他这游戏如果真的就是那个，如果真的就是那个的话，我觉得应该蛮嗨的。就是你就不行那个什么，你知道吗？你不行那个什么，你不行那个什么，哎、欸，你不行不行，就是你输掉之后你就不能再回来这个游戏了。那应该蛮嗨的，那应该真的蛮嗨的。可以可以，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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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出发。拔河吧，对不对？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是拔河。来了来了，我们要跟谁一组啊？我要跟那个 FBI 一组，我觉得那个 FBI 很强，这人感觉很厉害，好不好？这感觉就超厉害的，我决定要跟他一组了。We will be playing tug of war. 这怎么玩啊？ You have been separated into two teams. Your team must pull the other team over the edge in order to advance.
怎么玩？哎，这要怎么玩啊？说真的，哎哎啊！不是，我真的是完全不会拔河，哎，白痴哦！拔河要怎么玩啊？太难了吧！拔河完了，完了，这瓶死了！呜呜呜呜呜！再见了，我们只能下一届再来参加，不是，搞不好永远都没办法参加了。拔河要怎么拔啦？